气下，住在洛阳城有什么用呢？当初大哥所讲的话，你是不相信。李禅就是一个欺贫重富，如今你受伊表示，替婚礼已经写出了。但是你这组要来离开洛阳城，伊就爱想一个情招，伊变成是一个无亲无戚了。还得何时你有机会，让我来挽回你的面子上，甲着你的家后小件，对着你无天良的岳父来甲伊指一个嘴鼻呢？总是大哥要来甲你逗留，你在大哥的厝内面，无论如何你爱忍辱抬举，三年一考难到状元及第，迄当时微风凛凛，过家来娶亲，岂毋是为免让你的岳父来看你不起呢？吼！对，是对陆大哥你来提醒，国民的势力弱胆，来受到你这个李禅来给我欺负，我安尼就倒转了事。陆大哥你太好了，对得住我妈娘，这里为亲恩，我永生难忘有记你恩惠，会出头一日，一定扣下陆大哥。说什么呢？你们就是兄弟，好亲像开亲一般。你的痛苦，好亲像我的痛心。小弟，唔通继续悲伤了，在内中好好去休困哈。多谢大哥。可怜的小弟，受气着李禅还表示，替文诗已经写出了，受气着伊男儿的志气，不愿在洛阳继续。是我的内心也未当明白，有了，我应该写了一张的批信，假意来娶亲，离此离此了。我赶紧入在内中叫媒婆啊！路遥为着要来替罗伊的小弟马玲来报完了，暗中叫媒婆去甲李灿讲亲。欺贫重富的李灿，知影路遥接着洛阳城，就是一个财主，计划是敢那当道，贪到伊的金钱，贪到伊的人才，一口来答应，将伊的查某囝李秀英，特别来配对路遥做嫁后，迄一日都娶亲的日子，路遥特别来挑难对马烈啊，叫马烈代替伊到在李家去娶亲，娶亲一日倒转来，飞桥到在路家的门口口，路遥。再来叫马力代替来完婚拜堂，马力是人的脚腿的，是了路遥这个牵绳，有话无得讲，吹起紧家的鼓枪，来甲着李秀英来伫个完婚拜堂，拄拄啊这边就洞房的时阵，路遥都赶到位了，叫马力去按来人客，迄一暗路遥假食酒醉，到在房间来伫个喜人马力的未婚妻李秀英了。但是为怎有假赛是你的、当然是我吗？你的老爸是我的爹，你是要嫁我，哪里假赛不是我的？我不相信娶亲一同拜堂的新郎就不是你吗？小姐，但是那位去娶亲，那是大家我去娶，但是他不是假赛的身份，我请你了解一点才好。哈？他是代替？是岂有此理！老人娶亲代替我认定就是迄个我的红婿，你我无认定。啊？你无认定我是你的红婿？是。事到如今，东风花烛夜，不管你要认定也是唔认定，总是娶到我的厝内面，你是我的人咯。房间，厅堂就是君子，啊，房间就可以用小人咯。你若唔肯，我就可以用强的手段。哈？什么？你要用强的手段？是。我问你，究竟你是什么人呢？我，你唔知影是？我袂明白。我叫做路遥。你是路遥？是。我的红绳对我看，是唔是你在叫卖呢？那安尼是，你是我的大伯吗？大伯万确是叫，虽然我两个人是结拜来讲。但过当初，伊过家要去迎亲，受到你无天良的老爸来轻视伊的身份，
欺贫重富，逼死你冤死。毕竟你跟马六就是无缘，对此我过家去讲亲，你老爸已经也接到我的婚书，偏来给我收去。你是我的人，你这才是我的骄傲，你唔通再讲起马六的事情。一切代志你是跟马六无缘嘛？哦，你天衰，原来我的阿爹答应你的婚书，我一定不再卡步踏错。虽然我的红衫变成萝卜来过。我一定要记他伊，大伯，你唔通安尼死，你来娶我，会用踢笑敢是？什么叫做踢笑嘞？木查某，但是马力变成到安尼死，人唔成人，又搁乞食唔成乞食，我是无辜带念一个兄弟的利益，来安留在我的厝内面，你若继续甲伊做夫妻，这款的人要哪会当公平出钱嘞？岂唔是你一世人的公平？永远是黑暗，我觉得一时我路遥，家财百万嘛可以来抵你逍遥自在。囝，你想一个较斟酌了，不愧是我的运命，我求得你同情我。是毋是？你叫我同情你？是，我唔甲你怨恨啦。袂用是，一当阿蓬的花招。
无结晶，伊的体温里烧出咯，你到底是无堪言？唔是凭讲我一个低谷情绪，要来报什么的家哦？秀英，你老爸结晶是我的爹，这层的代志我请你了去。一旦洞房花烛，借这个好日子，哪会当讲这个好机会来拍走去呢？我所讲的话，难道你未当了解是呢？杜公主，请你原谅。我是对无跟你缘分，你出房去，请你出房去好。袂用紧，你是外人，别叫我来离开。实在你生死也太过迷人了，不产生生死一般。你既然若敢唔肯，难道我就用少年的步数？什么？别用少年步数？哇！你别用什么手段？我用强的，把你抱入我的房间。哈？别用强？哦，唔通？拜托你莫安尼做好唔啦！你真是唔，别讲，秀英，拜托你。你看，我要这样什么？秀英，你在堂亚秀贞从什么呢？我亚秀贞要杀你！哈？你要杀我？你若再进一步，我就一定让你死。